拳击的表演，熊哥和虎哥在森林里相遇了。那他们两个今天决定来一场泰拳的比赛。哦，两个熊哥虎哥都非常的有架势啊，准备来一个先礼后兵。哇，虎哥突然来了一脚。啊，熊哥拍拍自己的胸口哦。连续的两个开式踢击都被熊哥挡了下来。 熊哥似乎有点占到了上风哦，又是连续的两个攻击，哇，回身肘击被熊哥闪了开，哇，一个飞膝，小心上拳，闪开之后一个勾踢，好险，又在重整旗鼓，虎哥出招，两个踢击以后，又是一个正踢。 熊哥哦，好争一下，哇，虎哥的脚啊，非常的重啊，又是一个低鞭腿，回身的膝撞，回身后旋，熊哥现在完全的有一个上风的压制了哦，就是虎哥丝毫现在没有要放弃的样子，连续两个踢击，又是一个回身肘击，哇！ 这个时候反而被手肘撞到，熊哥抓了之后，连续了两五个膝撞，翻身倒地。我看虎哥完全没有要放弃的意思，但是熊哥这边有什么招式在等待他呢？哇，这个虎哥连续的六个下盘攻击，回身了一个后旋，哇，六个连续贴击，功力的比拼。 熊哥抓住之后，连续的三个泰式鞭腿。熊哥有没有办法再用大绝招来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？出现了熊哥大胜，掌声鼓励一下！哇，再次给我们的两位拳击老师一个热烈的掌声，好吗？谢谢，非常精彩的泰式拳击演出。 我们用一个旁白的方式，当然带来一点趣味性，但是呢，我们看到的是真正。